就是因为我去年来过，所以呢，我今年说，哎，你们来玩啊，我觉得去年好玩啊，不如今年真的都带女儿过来看一看，因为女儿没有现场看过这个龙舟赛，老婆也没有看过。然后我希望去年我一个来，今年一家人来，明年带整个香港来。哇，我想不到今天舞狮也可以在水上啊，就是好像每一年都有被刷新到那个对那种传统文化的认知。我觉得现在我们都有竞争就有进步，大家都说哇很卷很卷，卷出来呢又卷出一些新的对传统文化的那种诠释，这样子真的今天很就是大开眼界了，真的今天。